好，欢迎加入这一节的全球现场，一起来关心到的是昨天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呢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进行了这一场视讯会议哦。就在这个美国啦、英国、澳洲等国以人权问题为由公开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之际呢，其他像是这个纽西兰啦、奥地利哦等国则是宣布不派官员出席。在此时呢，俄罗斯总统普丁昨天则是亲自的表示他将会亲自来出席这个北京冬奥的开幕式。那么昨天这一场视讯会议的一开始呢，普丁还有习近平两人好朋友互相问好哦，双方也针对了这个乌克兰危机还有美国的侵略性行动相互交换了意见。另外呢，普丁也向习近平保证他会力挺北京冬奥，也会亲自出席。他也强调说这个运动啊不该政治化，不要被政治力影响。习近平呢则是表示相当期盼可以在这个冬奥的开幕式上见到普丁。一起来听。我一直期盼着再过一个多月你将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我对我们的冬奥之约十分的期待，愿同你携手一起向未来共同开启啊后疫情时期中俄关系的崭新的篇章。Вечу, что мы неизменно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друг друга по вопроса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портив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в неприятии любых попыток политизации спорта и олимпий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Не сомневаюсь, что предстоящие зимние олимпийские игры пройдут на самом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 Да и умею это. 另外来看到的是哦，美国国务院在昨天是表示呢，有一名跟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行前往东南亚的这个随团记者，在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之后呢，被检测出了新冠病毒阳性，目前这名记者正在自我隔离当中。布林肯呢，他周二的时候是从这个印尼前往了马来西亚，那么周三呢，也和这个马来西亚的外交部长举行了这一场联合记者会哦。那么昨天晚间呢，是预定要前往泰国曼谷的，但是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就表示说，布林肯跟他的幕僚呢，在这个海外出访的各个站点都有接受检测，包括了周二晚间抵达吉隆坡的时候，但当时这个检测结果呢都是阴性。没想到昨天驻马来西亚美国大使馆呢通报有确诊案例哦，那么这一名记者是已经被立刻隔离了，确诊者呢没有参与这个布林肯在吉隆坡的活动，不过跟他有关的这个密切接触者呢也都已经重新接受过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不过美国国务院说了，这个优先考量到人员的健康还有安全风险，所以呢决定要缩短这一回东南亚的行程。布林肯原定呢今天要在泰国曼谷出席有多场的会议，由于这个代表团呢已经决定要缩短行程了，所以呢他也已经致电给泰国的外交部长表达深切遗憾。布林肯的这个东南亚出访行程也因此缩短。不过另外一大焦点是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对于美国迟迟不出售这个 F-35 战斗机呢已经丧失耐心了，还扬言要取消军购。不过布林肯也坚称说，这个美方呢依旧是准备要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来推动军售。这一项价值高达230亿美金的军售案呢，其实是在这个川普任内推动下过关的。那么外界也认为说呢，川普此举是为了要报答这个阿联承认以色列哦。那么拜登上任之后呢，承诺要对这个军购案进行更进一步的审查，阿联不满华府定下的这个严格条件呢，所以扬言要取消军购。此时呢，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和大陆关系日益密切，因此引发了美方关注。不过阿联的官员是表示，尽管目前呢这个 F-35 谈判暂停，不过美国仍然是他们采购先进设备的首选。美国国务院也强调说，希望呢能够解决一些未解决的问题。现在听一段布林肯的回应。With regard to the UAE and the F-35s and the drones, we remain prepared to move forward with both if that is what the Emiratis are interested in doing. We've wanted to make sure, for example, that our commitment to Israel's qualitative military edge is assured, so we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could do a full review of any technologies that are sold or transferred to other partners in the region, including the UAE.
而在这个美中角力仍旧持续的状况之下呢，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他14号在印尼发表了这个印太战略演说的时候，就表示有很多人都担心这个大陆在各地的侵略性行为，所以呢，美国决定确保南海的航行自由。那么此外，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也回应了，他表示呢，美国所谓的维护南海不过是在耀武扬威而已。一起来听。美国言必称，所谓维护南海航行自由，那不过是美国先进军机军舰在南海耀武扬威、寻衅滋事的横行自由罢了。美国在国际上横行霸道，动辄单边制裁，长臂管辖，滥用国家安全理由无理打压别国企业，大搞经济胁迫，早已成为霸权、霸凌、霸道的典型。美国参议院呢，今天是以89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了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呢会交给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之后生效。法案当中是建议美国国防部要邀请台湾参与这个2022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并且呼吁制定计划协助台湾来强化不对称的防卫能力。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呢，总额高达7680亿美元。当中包括了这个为了威吓大陆所提出的太平洋核组倡议的71亿美元，还有多项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具体措施。美国国会就指出呢，这个政策是要维持美军阻止大陆武力犯台、造成既成事实的能力，并且要求美国的国防部长呢递交台湾防卫能力的评估报告，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的防卫能力，而且要加强美国国民兵跟台湾来合作。另外，国会在这个法案当中呢，也提出意见，呼吁美方跟台湾呢进行实地训练跟军事演习，包括酌情邀请台湾参加这个2022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让台湾呢能够确保有足够的这个自我防卫能力。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提供给您。